Hello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我刚上车，我刚上我们就是，可能送车的小伙伴还没离开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就开始直播了。想不到事情可多了，好突然。我也没想到，我突然想直播。好啊。嗯。等你。你又经过几次休息了。谢谢 Best Forever 投票。我又是等了。直播多久？看心情，我可能要很久吧。谢谢黄豆粒儿。没有穿到牛仔裤啊，我穿的是西裤。脚翘的贼高，也没有了，就自家的车嘛。对啊，去哪里？回中心啊，回中心啊，还能去哪里？对啊，在车上。谢黄豆粒儿，播到跨年也没有这么夸张啊。我现在比公演的时候帅，真的吗？你是因为我公演是不是那个假发的问题？是怎么了？我假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的我假发唯独一点就是，我假发唯独有一点很搞笑的是那条裤子，不是假发。我觉得那假发很好看，就很显摆。主要是那个裤子真的太大了，在镜头里面怎么这么大？没有，其实那条裤子我常常穿了，而且常常穿的时候没有觉得它很大，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我想试一下，我是好抖。其实我是想试一下那种。稍微合身又不紧身的牛仔裤，我的牛仔裤要不然就紧身的，你们懂的，要不然大叉裤子，就是那种裤筒贼大的那种，你懂的吧？是很抖，因为我在车上坐过山车呢。太像幼儿园老师。什么玩意儿？哇，现在朦胧呗，用我的衣服擦一擦镜头。好，我看手机不晕吗？不晕啊，为什么晕？跟你们聊天不晕。热不热？不热，我们的车一点都不热，今天车一点都不热。其实路上还蛮多车的，对，路上还蛮多车的。衣服挺贵的，省点差。行啊，你又知道了。那个假发是瑞子的，是。我们车上只有几个人。晚餐想吃啥？晚餐没想好，裤子那天今天那条裤子300多，没有想好吃什么。假发是姐姐抓了之后，赵姐姐抓了之后，海月也帮我抓了一下。有冇喺邊度係方便我翻屋企？我睇下可唔可以唔翻中心？吃什麼呢？吃什麼呢？有啊，有個公交車站落咯，你咪坐個。係啊，佢哋講粵語。算啦，我唔識坐公交車啊，翻。是我們的姐姐在說。我唔識坐公交車。吃什麼啊？公交車仲慢啊！不知道今天該吃什麼。每次吃饭都是一个让人很苦恼的事情。如果
食堂没有吃的，一般这个时候食堂不会怎么做吃的，因为大家都在公演，那就要自己想吃东西，自己想吃啥了。好懂。那这里要冰糕。真的很懂。炸串吗？炸串，炸串其实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问题是，这个点儿吃炸串，你知道我吃，哎，嗯，好想出去玩，不是？哎呀，在有限的青春里面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在有限的青春里面就应该珍惜时间，谢谢罐头投票。对啊，疫情啊，这疫情哪儿啊都去不了，生活无味，压力重大，巨大，不是重大，巨大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好想去旅游啊！但是之前去找倩倩的时候，她说我们本，她说我们一起去旅游啊，我说好呀。她说，她说，不是，她说什么？但是不是我们两个，我说三个哦，可以啊，对，我说好呀，我说哇真的呀，笑死，然后好呀，我就喜欢姐妹一起玩，没有，就是她就是比较会拍照，也对，她说可以帮我们拍很多。很多漂亮的照片帮我们两个，所以就很开心。对，超会拍的，天哪，我以前觉得倩倩拍照一定是很好看，后来看倩倩微博发的照片，我的妈呀，好能，好会拍啊，她的那个室友也好会拍。对，太会拍了，谢谢傲娇妈哟，天啊，有个这样的室友真好，我的室友只会做饭，一不小心还把手给切了，你说还让人怪担心的。我的室友也很优秀，会做饭呀，很贴心啊，谢谢 Dina Diana V。 怎么可能，我算了，我喜欢三五成群的，我喜欢多人的，要不然我就自己一个人去玩，但我还是喜欢一起的，我喜欢团建。谢谢叮咚。我不想跟爸妈一起，因为跟他们没有，我跟他们一起出去，有一次出去玩过，就是旅游，我去旅游，也不是旅游，就是在大学城去一起去随便逛了一下，就是陪他们嘛，反正没什么好玩的，就是陪他们。就看看山，看看水，拍拍照啊，走走路，散散步。对，嗯，我只希望，谢谢菲林在，我只希望，嗯，之后可以跟 Z 队的大家一起去团建一次。
望在今年可以完成这个事情。对，就是总选后，今年是可以完成这个事情。谢谢豆师啊，谢谢豆师，豆师，谢谢豆豆骑士。就是要大家一起玩嘛，就不能说大家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分散玩，我想要的是大家都在一起玩，不然两个出去就，我就觉得又不是两个人出去玩，干嘛要两个人，都一既然是团建就一起玩，所以我觉得很是，那团建的话就很适合找一两天大家一起玩玩游戏，或者是像我们之前那种，他们玩那种，哎，我们上次玩了什么呀？我忘了。真心话，像去海边 BBQ 那种也很棒。哦，狼人杀我也玩了。哦，剧本杀我们玩的是，我上次也玩了。守护天使，就类似这样子，就可以大家待在一起就很好。是啊，然后去海边烧烤，然后一起放，一起玩烟花，然后一起玩那个，就很棒。对呀，我想的可浪漫了，只是我想的，但我从来没有实现过这种事情，真羡慕他们啊！他们以前去团建就是有去泡温泉，去玩那些仙女棒。我都没有玩过，我想的很温暖的画面是大家一起一排排看日出，看完日出早上起来看日出完了之后，然后在沙滩上奔跑追逐的玩耍，然后早上一起去吃个早餐，完了之后吃完早餐我们又可以干别的，可以去游个泳。早上游泳也很舒服的，游完泳之后就差不多兜兜转转就到中午了，再一起吃个午餐，下午就可以准备一些在海边拍拍照，然后拍拍照片，然后可以准备一些晚上哦下午的 BBQ 哦晚上的 BBQ 了，想得很美好。那当然行程不满呀，这多幸福的事情啊！但是在我青春，谢谢两粒绿豆投票，在我青春的这么青春的时候都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可真是蛮遗憾的。这种事情永远都会只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，就没有发生在过我身上。是吧是吧，多好，想想就很快乐。跟队长说说，好，队长组织我们去玩潜水。哦，你说的潜水也很好，就很好很棒。为什么？放风筝，潜水也挺好的。不会啊，潜水多好呀！放风筝那也太……好，谢谢黄豆，谢谢猫猫
猫舞奶糖的投票。潜水有点危险，要学有危险性。没关系，要不就不潜水，那我们就是去漂流漂移，你知道吗？漂移就是那个，我每次看人家玩那个漂移就贼好玩了。漂移不是漂流，漂移就是在那个上面啊，就是在海上。哎，是不是叫漂移？就是那个，就是在海上，然后有个板子，冲浪哦，对不起，那叫冲浪，哦，冲浪，我也叫漂移，还有这样的说法，行，冲浪，冲浪，冲浪。超难的嘛，但是看着好好玩的样子。摩托艇，摩托艇在哪里啊？摩托艇是在哪里？海上。冲浪起码黑五个度，好，立马放弃。哦，好漂亮的桥啊！那你们看不见，你看海，那就是我们的哦，那个是我们的江，江边。漂亮是不是？你看那个太阳，好帅！哎呦，我就是比较随意的。以为是风筝，然后我一抬头一看，哦，原来是那个贴纸 logo。今天其实小赛车，但是其实
有时候更快，你知道，有时候起码最快20分钟，有没有？有时候真的超快的。下车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姐姐下车了？你们大巴上有 WiFi 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有 WiFi？ 哼，没有，谢谢蛇鱼。没有20分钟，真的假的？我值多久了？谢谢副驾驶。25分钟左右就到了吧，25才开始值的呀，哇，35、45，哇，天哪，那总共今天其实那总共路程应该是25分钟，对，没想好呢，一个人能吃啥呢？哦，这没有绿光。什么痛的刺眼，你的绿光，好绿哦。怎么会有道绿光？哦，因为那个太阳正好透过那个，然后怼到我，好吓人。说到氛围光，那天说想买一个落日灯，到现在都没买。因为我发现落日灯有好多种，就是它有不同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落日。谢谢你，副驾驶李佳。对，因为我那天看朋友圈，倩倩买了那个氛围灯，除了落日，他说比落日灯更有氛围的一个灯，他买了个台灯。然后那个灯确实是玻璃制的，应该是琉璃，我也不知道是玻璃还是琉璃制的。然后它就是开灯的时候，它就会反射在那个墙上，就会就像波光粼粼的感觉，就很好看。对，然后就心动了，然后想哇，它怎么那么多灯，我也要买。想刘芊芊啊，谢谢随便的票。每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都是好温柔，跟以前一样，真的。他跟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个老样子。就是温柔大姐姐，就是感觉很棒，很不错，感觉她没变，在我心里。主要是我们什么都说，什么都聊。跟他相处，跟他聊天，我会觉得特别安心，也特别完全，就是基本上完全倾诉。对，有，我们一般是见面聊才会聊超多，我们平时很少聊，我们平时基本很少聊天。要不然就活跃在他朋友圈会评论，然后他微博评论，那聊天会比较少。那我们见面只要待在一起就会很多话聊。对，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很好。就是5年来了，怎么感觉自己在像写生日信？5年来了，相处的超舒服，说的很奇怪。
5年了，对。要不知道这次有那个就给他洗，我不能说。他也越来越漂亮了，越来越花了，不是他意思是花。嗯？问号什么？没事。确实啊。这种信任感，因为他在我心里一直都是花。我昨天他朋友圈发了一套照片，我说时隔，我写了时隔2年，后来我去查了一下，不止时隔2年，他有年圣诞的时候还拉票的时候，我在底下看他彩排，我查了他老婆，然后他那天发了一套朋友发个朋友圈，然后也是发照片嘛，真的很想让，是会让人叫老婆的程度的那种，然后说时隔2年，我又想就是时隔2年。哎，我说啥来着？我说时隔2年，我又叫了你，我又想叫你老婆了，类似这种话。哦，怀疑他变老婆。他说原来都2年了，笑死。没有，我们就是没有，就只要开个玩笑。因为我有，就是我问过他，我说。今天你觉得我帅吗？那真的挺帅的，我觉得你就是，就是就算了，对，嗯对，对，他说真，对对对，反正他就说真的挺帅的，帅是真的挺帅的，而你在舞台上真的挺帅的。就他，就也不是说就他，就是，嗯，因为我会认真的问他的意见嘛，然后他会认真的跟我说，我很信任他说的话，我觉得就，嘿嘿。你老婆已经上过了。嗯。啊，你没有显示特效，真的呀。哎，谢谢你。帅吗？谁跟你说？谁规定女人就是一定要是那种非常美貌如花、性感那种，或是怎么样？女人就不能是她想做她的样子吗？她想做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，为什么要被定义？每个人都一样的话，那就没有特色，对吧？是吧？我们不能被定义。要有自己的特色。谁说女生一定要刮花之分？为什么就不能刮又能花呢？对吧？车呢，塞在这儿了，不然找到了。这条路就是这条很近的路，然后就一直塞，要塞很久。谢谢米勒斯。嗯，谢谢优惠券。需要进修什么吗？不需要。我的美甲又长长了，真好看。吃不了的话，再去弄一下。
这次是真的好看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之前的不好看？什么意思？好有意思，对吧？看 gay 同款，谢谢菠萝皮。这个真的很耐看，就是它不会单调，因为你指尖弄了那个，它就不会显单调。啊，落单尾车的时候唔好骑。回到中心播吗？播呀、啊。为什么不播？播到天荒地老。谢谢轰轰烈烈的拖拉机。对，来吃播，但是我都没有点，我都不知道吃什么。夹不住，笑的我。膝盖我要有力量。平时有时候，比如说没有那个话，没有。平时没有那些，就是放手机的架子的话，那有时候要就是要拍照或什么，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。我真的就是用这种方式，因为实在是没手啊，没办法，那你又得两只手都要空出来。我已经慢了，你又点多？对啊。可能一步接九点。好厉害！女孩子拍照就是各种各样的姿势都很享受。你完全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姿势拍出来的那些照片。十点到，因为都是。看路人视角的话，就是每个照片背后都很不容易。看路人视角就很有意思，真的。你咁样嗌我做个示威人，我没问你。我其实我今天想跟你们直播聊，待会儿再说吧，我待会儿关一下直播，重新开一个直播。哎，我是想这样，就是想收集一些问题，然后回答大家。我不会不好意思啊。如果等住一班就等一班，会等好耐啊嘛。系啊。不用收集了吧？直接，我在思考。我本来是想收集的，我想在微博发下微博，但是我觉得我发在微博里的那个的话，你们在下面评论的问题的话，你们可以灵魂拷问啊，啊。我怕你们有些不敢说，啊，对。
然后我就想说我会收集下来，然后晚一点我给大家直个播。我只是在想翻牌呀、啊。我就同我讲话，我问咗你，你话买黑吓人，人手唔得。为什么吓人？怕拍屁股。还有其他人是吧？嗯，就系、是、一趟就系接嗰趟啫。你们怎么知道我的是？接嗰趟仲有时间啫。是什么问题？什么？你们在群里匿名，然后再管在管管理统一给我吗？我 OK 啊，我都没问题啊，我 OK 的，主要是他们有没有，就是大家 O 不 OK？ 你们怕我是知道你们是谁，然后怎么问了这种问题啊？是不是？微博评论啊。但万一你们什么都问呢？啊，哦，微博可以仅粉丝可见嘛，就是只有关注我的人才能看到我的那条微博。我觉得挺好呀，直播直接问的话太乱了，我看不过来。应该是先你这样子，就是先在微博我发个微博仅粉丝可见，然后收集起来之后我自己会看一些东西，完了之后我自己筛选出来，然后开个直播给你们。反正对，这样也避免一些其他，至少能稍微控制一下。好吗？待会儿我到了，我就先把直播关了，我就去发一条微博，然后你们就努力加油，晚上见。对，我顺便去把饭吃了。我们定个时间吧，大概几点？现在是六点。你们想想啊，哪方面的问题啊？就是哪方面的问题，你们心里的问题，就是你们想问我的问题，哪方面都可以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哈哈，这尴尬，别问我那种什么介绍，那种就是帮你们牵红线的问题就好了啊，这种活我不接哈，尽责内部消化。对，九点啊，这么晚，那我岂不是可以？那也行，等下我想想。这样子吧，不要太晚了，我们早一点吧，八点吧，这样两个小时够了，好吗？八点，本来想七点的，但七点我发现你们还没那么快，八点，那咱们八点见。对啊，两个小时很久了，你们一个想个问题要想那么久吗？也要吃饭的时间。给啦，我现在都快到了，我要准备吃饭了。哇，七点也可以，今天周末可不是大家要吃饭呀。我都行，待会儿看是七点还是八点吧，看看待会儿微博发统计的情况，我看一下。我就翻去了呗。好，大家留意一下就行。得不得？拜拜，你要走啦？走了。
你们在这儿下。对呀、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过过先，过过。好。我马上就到了。没事，你们想问什么问什么，就灵魂拷问似的。就比如说你们平时翻牌问我的，你都可以问啊。我有时候没翻，没事，看我会不会抽中而已。啊，到了，耶，耶。哎呦，没事，你敢问什么，我就敢说什么，我就敢回答什么。拜拜拜拜。那不排除那些故意来问一些没请有的没的事情。对，拜拜。好，一会儿见，下了啊。